这时节，耶稣进去，当去十四街书房，给那带去一只地方。阮当然听见耶稣去个只地方，错个地方，耶稣那当去十四街书房。耶稣都讲：阿爸，你用几点啥？几点啥唔知几做诶？尤其哈啥耶稣哩人阿头，只错个啥？基丁沙亲了耶稣，基丁沙讲：“伊阿好，系伊真经上帝派来一帮，伊叫伊出家了。这时节下住头，但系个天雾天暗天，大概十二点到三点，三点咩？耶稣都喊：阿爸，暗样半夜，耶稣系样讲。”耶稣都叹气，见到人看到嘅发生，佢顶下痴到暗通心，佢顶下都行定尽。有一善人，佢暗号是咩人？佢就去二善状，爱托耶稣嘅事咯。佢见到耶稣嘅事咯，佢都抱定拥抱，并去一只杀龙度。嗰里佢拎一只太杀菇，炸嘅杀龙。然后，佢都行定尽。